不要拿笔戳，耶耶，不要戳。哎呀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哇，老师好。我们到一个新环境上课了。耶。专场还有小王，今天的实验就是也交给体育股长来进行。哎呀，有教室的老师，那我们先走啦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东西不得了。哎呦，每次都不得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是不是都会在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？是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老师不会觉得被冒犯的演技。不过今天一定要有惩罚，好不好？偷干不输鬼。偷干什么？今天大家都戴眼镜了。哎呀，他们是为什么？我们今天都戴眼镜了。因为我阿爸是 On Days 老板好朋友啦。哎呀，公司我们每全班都配 On Days 眼镜的。哇！哇！等一下会有个代课老师，听说老师身上。可以学到蛮多东西。好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眼镜，是不会让老师觉得说我们在看他的眼镜，不会觉得被冒犯。所以如果你被发现到的话，俗话说得好，偷看不输鬼，萝卜加瑞奇。我们现在要来进行抽签了。哦，哎，好。那每个人可以先选一支材料，如果你觉得材料不够力，可以再抽第二次。哦，那你如果抽了第二次，你就一定要使用两个材料。随便啦，抽一个，快点，快快快，二百。哎，龙姐 ，A 是纸啊。哇。镜框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使用这个东西把它加在上面，然后回让老师发现。我先问大家有没有人在抽第二个的？我要纸滑垫要对不对？我要抽，我要抽。来来来，我要抽这一个。我觉得我也要抽，因为这是算透明材质，所以我还是要抽一个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就是用不到的东西，你才会一直抽的。太醉了，姐。我们承诺会给小欧该有的两倍的。准备开始。新同学是以前有偷看过女生的身体，有偷看喜欢的女生，但不是看她身体。高中还经过隔壁班，哎，喜欢的女生坐在那边，就会讲啊，跟朋友聊天，那其实在看她这样。就个然后啊，就这离这么近的距离，然后跟你讲话，然后她胸部就是开的低，然后你讲一讲就。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跟我讲，她就说，其实男生啊偷瞄胸部的感觉，她一定都会发现。哇！她说你以为你不知道，她以为没人知道，但其实大家都知道。完蛋了！还是我们保持的比较光明正大，态度比较好，就直接走过去说，哎，不错，胸部不错，胸不错。你就死盯着她的脸，然后她就会觉得很怪，很拍谁，她就把胸部抬起来。哈？你用你的目光压制他，他就不会再去预测你在看他的胸。这看起来真的更变态。可是我好像也被你说服了。为什么？那你就一直这样看啊。干嘛啦？他妈的，一直看我。其实很多女生很好奇，说为什么看到内裤会那么爽？不管他有没有穿内裤都不是重点，而是说男生的如果没有穿的话，真的会变蛮。因为我常去冲浪，对不对？冲浪全部人都穿比基尼，比基尼，你看了你也就觉得哇很健康很什么，但是跟以前在学校不小心看到女生内裤，那刺激感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一个大方露出，跟一个不想给你看的成就感。对，年轻嘛，气盛嘛，很喜欢打炮。对。然后每次打炮打炮打炮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怎么到你家里就是衣服也都没怎么穿这样子。他就说啊，反正还是会被脱光嘛。我说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如果有穿的话，那个结果会加分，量其实会加分，量会大。对，这就是一些量。还有没有想要聊天的？没有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去跟老师聊天了。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老师，好期待。我跟大家讲，我真的是开始欣赏这间公司。以前都是什么？这棒子。对，邀请来不是另就是另扮女装这种。哦，今天真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跟老师好好聊聊天。我好喜欢拍这系列。对，嗨，老师好。哇啊！哦啊！这画面看起来好奇怪。老师，请问一下你怎么称呼？猜你。猜你就对了。其实老师不猜你。哎，老师，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其实你很大方，就是你都很大方的。他刚刚结巴吗？因为老师，其实我一年多就是没有交女朋友。推什么眼镜啊？会不会遇到就是很容易对你毛手毛脚的人？就比如说，如果有一般的模特收到网络上收到一些网友或者是异男，嘿，什么？嘿什么？
怎样？啊，不要一直看我。这眼睛不得了。大黑最近换了复古型眼镜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大镜片不错，最近开始流行复古。那我像我有养猫，我猫老眼睛打下去，这样搞。那其实这个它就比较不怕被它弄到这样。我大概戴了36、7年的眼镜哦，算是老经验了。这个人是个性非常的急，所以我那天去配眼镜的时候，我大概只花了10分钟，我就挑了我要的眼镜。接下来30分钟，哎，突然之间什么事情都搞定了，干嘛快到跟靠杯一样？我想到一个靠杯是吧？一个靠杯。讲完靠杯一声，眼镜就出现了。然后，反应好快啊！不同眼镜有它各自的好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便宜哦，然后方便快速，你可能想要一些不同的造型啊，临时有一些很就赶快，我需要赶快配个眼镜，你真的时间很赶。我觉得 Ondays 的确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啦。哎呦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比我之前戴过所有眼镜都来得轻。在这一副之前，我也是配 Ondays 的。我好难撇开它中间那个洞啊，被扣起来了。我觉得这位同学哦，这一次在业配的表现上，比之前在随便聊天的时候都还好。希望更多的厂商能够把它植入下去，让我们大家的口条都变更顺畅。真的，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老师耶。我们刚刚看他们说什么？我这一副眼镜就叫做。这上面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我的保险套的包装盒，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大家看到我眼睛的这个空隙。对，现在看到你眼睛在看你，你好强哦。然后呢，这侧边呢，我也只留一个小缝，我还是可以看，而且这个也是为了遮这个掩盖我个人视野。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你做完了没啊？做完了，重点是我们现在要录影。绅士眼镜当然要绅士的代表，史恩康纳来的绝地任务。我看不到我在看你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得很清楚。知道我刚刚在写什么吗？写什么？我在写曹操的短歌行。我就说，哎，老师帮我看一下那个字是什么。哇！我基本上我抽到的应该是最难发挥的东西吧，两个都是 L 甲，所以我能够做到就是把它剪贴粘贴。概念是来自于《鬼灭之刃》哦，上弦之一那个角色，从那个角度看，你这个也蛮强的。好，我今天的是瞒天过海14王牌。应该完全不知道我在看哪里。所以老师会在干嘛？哎 ，K Q 的时候你就趁机偷看。对，这样子。我不相信老师。我也不相信老师会这样。我才不相信。那我等一下也会参与战斗，我用 Ondays 原本的眼镜。哎，加油！瞒天过海，14王牌，绅士代表007，史恩康纳来之绝地任务 ，Coming Rider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之一的眼睛？好强啊！好强啊！准备请老师进来喽。对。看不到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考试开始喽。老师的刺青还蛮特别的。老师考这个答案好难哦。老师，我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，诺基同学？问题怎么那么多啊？老师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头上写的这些字吗？太危险！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怎么笑那么开心啊，同学？因为我看不到。我觉得我再靠过去会很糟糕。很棒，然后很棒。干什么啦？我撞到，你可以帮我吹一下吗？那我请同学一起帮忙，哎，全班同学看过来，不要同学看，好不好？来，瞄准这个地方哦。这什么东西？等下这画面看起来也太奇怪了。我等一下，我有好一点吗？有。我问一下大家，是真的看不到吗？看不到。真的吗？好，那你们现在把原本眼镜戴上去，都算看得到了吗？好一点。好。老师，我那笔好像掉了，可以剪吗？想办法剪。好，因为想说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的擦不掉。你干嘛这样子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眼睛真的很棒。老师，你真的可以再帮我念一下，我好想知道。
老师你在干嘛？贴在这个最隐秘的地方。哇，谢谢老师。题目好难想哦。加油。你耳朵怎么了吗？老师因为他前面这个太重。认真做。没错没错。老师前面也很重。老师眼镜的名字很帅哦。我也想听，我也想听。你是否已经感觉？感觉是什么？你唱啊，你唱，我们在等你一起唱。我怎么不唱啊？快唱啊！帮大家争取时间啊，唱歌。所以这个眼睛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对啊，老师想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告诉我啊！是否已经看见张悬之一的眼睛？怎么了？赶快作答，同学。好好好。我也是。汤姆同学答得怎么样啊？不行，我有一边都看不到。因为老师在那个角度，他只会露一边。你要多方的去，没有用心看。你看啊，干什么？比他飞出去，再来看另外一边还是不行。老师，你可以绑马尾吗？不行，若金，你这个要求不对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自己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事，我在想，突然想到，这样考试有意义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哪里有怪？要贴什么？你没贴好，对不对？你的眼睛明明就很紧，同学坐好。妈妈辛苦你了，我辛苦。好好，有你有你，劳力活劳力。我也想要把衬衫扣子拉开来。对。你看哪？看考卷啊，同学。同学有问题吗？有，我在思考。诺基同学有斜视吗？有。我在看天花板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可以帮我念出来我胸口上写的字吗？猜谜，他你的奶头好粉。老师，那笔掉，你要帮我剪。讨厌。那大家很有同学爱。没有没有，在哪里？作答结束。好，同学交换。好。等一下，现在在干什么，同学？你看到清亮吗？有清亮，在课。他是唯一的100分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检讨题目了。这次 Wong Days 新推出的眼镜使用形状记忆，来，同学，这怎么念？镍钛。很棒，镍钛合金材质所设计而成的。Memory Metal 系列。镜框部分采用可增加强度及防锈效果的。Ironplating。所以老师，那因为我们刚刚好像大家都表现得不错，但是还是需要你没有表现得不错啊，没有。等一下我们会把眼睛闭上，那会把嘴巴张开。那如果老师觉得谁有冒犯到你的话，你就让他吃胡萝卜长一下眼睛。好，现在大家眼睛闭起来，嘴巴张开哦。哇，同学装可爱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。哦，多一根给，就是我觉得特别冒犯的，能吃好了。耶！今天非常感谢 Ondas 提供我们这个眼镜，然后让大家戴的都很舒适，没错。然后也很感谢 Tiny 老师哦来帮我们代课。不过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今天这个都是节目效果，我是真的有在看，我们都是百般的罪恶，所以呢，提醒大家平常要看的时候不要被发现。是这样的，希望老师下次还可以帮我们代课，因为我们原本的老师也很常不上课。对，老师都来了，谢谢 Ondas。喜欢的话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哦。我觉得这个不错。好，这个是我第一个眼镜。第二个眼镜，这个还可以塞在里面看我的眉毛。哎呦！哎呦！第三个眼镜，记起来吗？好，记起来。好，来三选一，选一个最适合我，或是你们最喜欢的。这个吧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大家都选这个，那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然后上班不要看。谢谢。还是你们都看什么频道比较多？
D 卡就对了，哎 ，D 卡有时候也会讨论我，但都骂我的比较多，这不错呢。第一次戴圆的黑框，当老师，然后哦黑框哇不得了，我真的想要镜框是这个，很帅。有卖这种东西，为什么不做这种？这个谁要戴这个镜框？这我蛮喜欢这颜色的，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我 OK， 你很棒，你好像是圆形的，好像可以。你说我圆形可以吗？圆的可以，就圆的啦，我就金色好了。拿金色，好也可以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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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刚刚叫我测一下老花，我听了老二吓死我了。